国啊，恁着跟我来听，地甲其中所充满的，拢着听着知，无得惊，因为我报恁大欢喜的好消息，行伫黑暗中的百姓看见大光，徛起伫死荫之地的有光照因，上帝也加添咱的欢喜，因为有一个婴仔为咱来出世，有一个囝相属咱，伊要负担国政，伊的名称作奇妙无私、全能的上帝，永远伫第一辈和平的人君，就是伫大笔的宝座甲伊的国，对答到永远。万军的耶和华的热心要成这个事。降生的时阵要到迄时，百姓对上帝的话憔悴安慰，因观看暗暝的星星，盼望得到主降临的日子近了的兆头。有一粒星要对雅各出来，有一个官兵要对以色列兴起。因有记得上帝捌怎样将因对黑暗的过去偷望出来，因就开始向前。确保得到全新的和平甲忍耐，耶和华是我的光，是我的拯救。百姓放仰望向前观看，也开始相信一个新的日子伫要来了。起来啊，发出光，
因为恁的光已经来到，耶和华的荣光要发现照在恁的顶面。搁再一摆，上帝在宣讲大欢喜的好消息。那时，伟大圣诞的信者开始向世界传播快乐好消息的旅程。但请听路加福音记载予人妄念的事：上帝差遣天使加百列到伫加利利的一个叫做拿撒勒的城，就近一个宰席女，是已经配定着予大卫家的一人，名叫约瑟。一个宰相女名叫玛利亚，天使入去对伊讲：“得到大恩的人啊，平安，主甲你同在。”玛利亚不知妄念伊的话，想讲
这个请安是什么意思？天使跟他说，玛利亚不用怕，因为你得到上帝的恩典，但你要怀孕生子，就给他号名叫耶稣。他要做大，称作至冠者的子，主上帝要用他的座代笔的位给他。他要做王，在雅各的家到代代，他的国也不强劲。玛利亚说，我是主的奴婢，愿照你的话应验在我。最最无声无影，甲痛苦哀伤的季节已经过去了。约瑟甲上帝所赏赐的囝，号名叫耶稣。这个名要超越一切的名，伊要成做全世界的救主。无外久，这个新家的消息要成做改变世界的奇妙作为。真紧，大欢喜的好消息就通过快乐庆祝的声。充满伫暗暝的穹苍，但对
对路加福音，咱要听到这个记载讲，迄、那个地方有各样的住伫山顶，民是收集各样的羊群，作为天使徛伫因的身边，作为阳光微雷照因，各样者大惊。天使甲因讲，无得惊，因为我报恁大欢喜的好消息，予百姓拢有份。因为今仔日伫台北的城，已经为着恁生一个拯救者，就是弥赛亚。伊要看见一个婴仔，用布包困伫枣泥的，这个就是予恁做记号。忽然间，有济济天兵甲迄个天使三甲地地，俄罗上帝讲，伫极高的位。阳光归伫上帝，地上和平，伫伊所欢喜的人的中间。从继续传播这个大欢喜的好消息，摆设一粒新、搁灿烂的启明星，来显明上帝荣光甲尊贵。一粒灿烂的星，就是要予人知，
天庭会记得古早的应允，就是神圣的真光要降临世间，非常明显的记号。一粒灿烂全新的启明星，也引起侪侪东方青藏专家的好奇甲想象。但咱就来读马太福音的记载，希律王的时，耶稣已经出世伫犹太人的伯利恒。有几落个博士对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讲，出世做犹太人的王爷伫倒位？因为阮伫东方有看见伊的星，才来要拜伊。这勇敢
充满智慧的追求者，那条因古老的思考方式，开始了因信心的旅程。因翻过摇曳的沙漠，要找找宝贝真理。因确信上帝引带，因所献予新圣王的礼物，也影响佮鼓舞世世代代的信徒，奉献因上好的礼物，予救主耶稣。忽然间，东方所看见的星，最头带因到婴仔的所在，就歇伫迄顶面。因看见迄粒星，欢喜甲袂固定，入厝看见婴仔甲伊的老母玛利亚，就拍落拜婴仔，开因的宝盒，献礼物予伊，就是黄金、乳香、蜜油。想到